们这次展览呢，是精彩亮点纸艺拼贴异想家。那这个展区呢，它主要就是说它有陈旧大概三四十年的那个老旧的门片，那还有一些我们家里已经要丢弃的柜子，那经由我们的纸艺拼贴呢，就可以把它换成一个不同新生命的一个生活艺术品。那就是我们这个拼贴纸艺拼贴呢，最主要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环保概念，我们可以把旧物变成新物，甚至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艺术品。我们的展期呢是从8月30到9月18，那我们这次呢师生展，我们是本协会是我们是在台北，我们从台北上来，跟彰化的我自己的学生，也是这边的民意代表，志化老师，所带领的学生一起这个展出，那里面的作品非常的精彩，欢迎呢大家有空呢一定都从8月29到9月18，欢迎大家一定来看看我们这次的展览。